请打开补充讲义第十二页。补充讲义第十二页。我们在前面一堂课呢，说到极恶放光护主，那么也就是呢，尔时莲花台藏世界赫赫天光狮子座上，卢舍那佛放光，光告千花上佛，持我心地法门本而去，护掌为千百一十家及一切众生。次第说我上心地法门品，汝等受此读诵，依心而行。在解释里面呢，针对这一段文，最初呢，我们引这个幻网直解，极光律师的幻网直解，那么说过，那么接着。也就是呢，恶主的何处？何处引？即结识护主，护幻光普告者，正显心地法门，若本、若机、若因、若果，无不以智为前导也。说在前面，既然已经结识护主完了，接着又放光来普告千佛，光告千花上佛，这有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说呢，正式来显明这心地法门，或者是本佛卢舍那佛，或者是机佛千佛也好，或者是三世菩萨若因或者果一切的诸佛，本佛七佛三世菩萨三世诸佛，没有不以智慧光明啊表示智慧，那么没有不以智慧为前导也，故使者释迦幻光发起表本觉之性命，能寻世界，次者菩萨幻光集众，表世界之智德，能寻本觉。今者舍那幻光主说，表以从果起因，妙章离本。或护释迦幻光诵戒，表以基因成果，善修世纪。光光互应了之，师本不二，修性同言矣。故时则释迦幻光发起，所以在这一处的时候上见，那么释迦牟尼佛身幻慧光而发起，作为发起。这个呢，就表示以本觉的体性的光明，本觉的体性是光明的，这个光明呢，本觉的体性光明能够熏习世界，也就是触动大众的觉性，让大众呢，觉悟，这是世界，能熏世界。那么次者，其次的话，大众当中呢，玄通华光主菩萨，他幻光呢，集合四方的菩萨众，表示呢，十劫的智德能够呢，寻及思维趋向本劫的离体，
今者这个地方，色罗幻光来主受千婆千世迦，表于就表示呢，从国而起因，从果得而生其因行，果测因缘呢，重信其修。妙章离本，微妙来彰显真理是修行的本源。那么或护释迦幻光诵戒，在后面的文当中讲到了，何及可幻无量光明，四十百万亿大众呢，诸菩萨、十八梵天、六欲天子、十六大国王合掌自心，听佛诵一切诸佛大圣戒，叫幻光诵戒。那么这幻光诵戒呢，表于基因成果。后头讲到啊，这个光就是诸佛的本源。基因成果就应该果海，前修何性，这是善修事机啊，善巧修习，这个事机就是修德。这样的话呢，光光互应，光光互相的交应，使令我们了知呢，十觉本觉本来不是两个，而修德与性德也是呢同一个根源的。都不离开这心地法门。那么文当中呢，是光高千花上火，持我心地法门品而去。那互转为千百世家及其众生。直解当中呢，接着说次第等者，名为顿首，讲到次第说我上心地法门品，次第说明不是顿首，汝等受下名见中有顿也，汝等受持读诵一心而行，见说当中有顿，那么意味心地法门未有事实，诸众生性啊，根有大小，立顿不等，生住意昧，四十二品无名，亦有轻重不一，必须次第说我上心地法门品。那么汝等受持读诵一心而行之下，说明见中有顿，这意思呢，就是说心地法门修正的阶位啊，有四十个，三十心十地啊，有四十个修正的阶位，而诸众生的性呢，根基啊有大有小，有利有钝，是不平等的，不齐等的。生住意昧，这当中有四十二品的无明，住行相地妙觉等觉，接着妙觉所断的呢，也有轻重不一，那么必须要次第呢，说我上莲花台上世界啊，卢舍罗佛所传的心地法门品，其次第者出手十祖真空妙理，次手十行十相妙行，次手十相中道一地，次手十地所证真如，此言龙中而说行部，挥落笼统真如之所谈也。
那么讲到次第的情形，这一处说十住，住，住如来讲。所以啊，所谈的是真空妙理。这个《金刚经》所讲，如来者即诸法如意，诸法如真空妙理，这十住住如来讲。次说呢，实行行行如来事，观空不住空而出假，色熟力生。所以呢，是呢实相妙行，行就是行实相之妙行，从空出假。次说呢，是回向。回向就回向一切自智，有三种：回自向他、回向果、回思向你。修中道一地，中道第一地是回向。那么到了最后面呢，自说十地啊，前面呢十回向当中呢，修中道第一地。登地之后就破，所以呢就证破无明证法身。本源心地当中呢，中道第一地呢就是所证的真如，所以次说师地所证的真如。那么此言龙当中呢，而说呢次第行部。不是呢，像笼统的真如所谈论的，也就是说呢，它虽然圆融，但里面呢有内涵的，有内涵。讲次第啊，就是内涵非常的丰富。再来，汝等说下是色罗佛，诸说千佛，千百世迦佛。令转说，令转主说一切众生故也。汝等说之读诵，一心而行。这是呢，卢舍罗佛主说呢，千佛就千世迦，还有呢千百世迦，使令要辗转呢主说一切众生故也。所谓的受持读诵，一心而行，在心呢叫做受持。在口叫做读诵，心口进修无二，所以叫做一心而行。接着无二的释迦弘传，它要分成的三课，即一受法僵持，即二玄归本界，即三尊次立身。现在这一处第一课即一的说法讲持，我们看这个文。尔时千花上火，千百世迦从莲花台上世界赫赫狮子坐起，各个辞退，举身放不可思议光，光皆化无量佛，一时以无量青黄赤白花供养卢舍那佛。受持上首心地法门品净，那么极光律师的直解说明说，言而实者，即卢舍罗劝受转化时也。讲到二十千花上火，这二十，这意思呢，就是呢，卢舍罗佛劝受。也就劝诸佛要受受转化一切众生的时候，叫做尔时。色罗色罗护受一臂，使当其诸佛班子，各旋本机世界说法立身应言去。那么如色罗佛护法传授已经圆满了。
而当时的当机，当机就是诸佛，这诸佛领受卢舍那佛所颁下的教敕，那么舍那依法赋予千世家，就千花上佛，而千世家呢又依法赋予千百世家，各个承受，那么从座从狮子座，赫赫表示那个狮子座的光明，那狮子座从狮子座呢而起，所以呢各个辞退，各旋本机世界，各个旋回本所世机教化众生的世界，说法立身应缘而去的情形。那么己身等者表显心地界光出生无量无边智慧佛，己身况不可思议光，己身就整个身体放出了不可思议不可心思口意的光明，这是表明这心地的界光出生无量无边的智慧佛。凡此本佛机佛机机之佛，皆从心地界光流出，此光呢非可心思言意，故云不可思议也。而凡此本佛卢舍那机佛千世家机机之佛机机之佛呢千百世家，都是从心地界光而流出的，也就是呢从呢这心地法门呢而出生的所成就的叫流出。这个光就是本源心地啊三德密藏啊，所以呢非可心思言意，所以叫做不可思议光。那么欧祖的合注里面说呢，己身况不可思议光者，机光以本光无异，同时三德密藏微妙自明，光皆化无量佛者，此智是诸佛之母啊，诸佛由此而出生也。己身况不可思议光的意思呢，也就是说机佛的光跟本佛的光本来是没有差异的，同样呢都是三德密藏法身般若解脱，这三德密藏呢微妙智慧的光明。那么光皆化无量佛的意思呢，也就是说呢这一种呢三德密藏呢智慧的光明是诸佛之母，十方三世界诸佛呢由此而出生的缘故啊。《金刚经》里面所讲的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从此经处，从般若，从般若波罗蜜啊，智慧啊所出生的。那么无量花供养者，意思以无量青黄赤白花供养卢舍那佛，用无量的花来供养，什么意思？花表妙音呢，妙音从果得起，还用庄严果得也。这个花表示妙音福慧双修所成就的万德。那么妙音是从果得所升起的。现在呢用花还是呢从妙音就是福慧双修所成就的万德反过来庄严果德，所以说用花来供养卢舍那佛。那么意思就是说呢，一这个心地界法福慧双修而成就万德，还以万德来庄严自心也。
那么受此上首心地法门品净，那么受此领纳呢叫做受，保持不思叫做持，也就是领纳在心而保持不思。上首上就上莲花台藏世界卢舍那佛所说的心地法门，那么使令这心地法门呢能够传授于未来，所以说受持上首心地法门品净。接着饥饿的玄鬼本界，玄鬼玄回转还归于本界，所以呢各个从此莲花台藏世界而梦，梦已入体性虚空华光三昧，还本源世界阎菩提菩提树下，从体性虚空华光三昧出。那么直接里面说呢，各个等者先从本一世界而引，初引为梦，中引为梦矣。那么各个等者各个从此莲花台藏世界而梦等等，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呢，先是从本所依止的世界莲花台藏世界而引梦，那么最初引的时候呢叫做梦，那么终究引的完全隐藏起来叫做梦矣，所以而梦然后梦矣。那么入体性虚虚空之下，证明所引基础，那么正是说明所引机的处所，引机到哪里去呢？也就是入于本体法性三昧定也，就是入于啊本体，就是本源心地。那么心地啊，本来具足智慧妙用，所以说呢，心体虽然是空呢，而具足有恒沙性德、智慧光明的妙用。就入于本体法性三昧定啊。问此定以上摄罗如来所现虚空体性本源成佛常住法身三昧定光有何差别？这里所入的定体性虚空华光三昧，跟上头卢舍那佛所现呢虚空体性啊本源成佛常住法身三昧定，那么有什么差别呢？底下回答说呢，彼定卢舍那佛所现的定，乃为发明呢因地之心修果地解，故引成佛常住法身三昧。那么卢舍那佛所现的定啊，是为了要发明我们因地之心修果地解，就是众生本具的，是众生本具的定修果地解，所以说成佛常住法身三昧。此定这里呢所入的定体性虚空华光三昧即为发明果地之解现身义务。这个地方呢为了发明果地之解，这从体启用呢现身义务现身呢利益众生，物啊叫众生，所以说呢体性虚空华光三昧虚空从体性虚空而现出华光的三昧。二定呢名义而体同也这两种定呢名称不同而体性呢是相同的。那么又者如来的三昧
本来没有出，没有入。现在这里讲入，然后最后讲从体性虚空华光三昧出有入有出，这里讲呢有入有出的情形，因为呢体用本来名合为一，体用呢名合为一叫做入，体用要全章呢现出来呢叫做出。从体起用叫做出，就是体用呢，而来说明入出的情形啊。那么何处云？三昧明体性虚空华光者，为测证本来如虚空之体性，则华光任应之现，体性即法身的。花即表解脱得，光即表般若得也。那么欧祖说呢，说三昧的名称呢，叫做呢体性虚空华光者，什么意思呢？为就是说呢，测证本来如虚空之体性，测证呢这个真如本来如虚空的体性啊，是遍满的。那么这样呢，华光任应之现，有体就有用啊。所以在起信论当中所讲呢，自然有不思议、不思议的业用，任应就是自然的，自然的有不思议的业用，所以华光任应之现，作用常然。体性呢，也就是法身德。而花呢，就表示呢解脱得，光明呢表示般若得，这三德密藏。接着呢，还本源世界圆菩提菩提树下者。还回本源世界，圆菩提菩提树下的意思。那么若据下简出文，应云还之四禅，摩西所罗天王宫，先说摩梭花经，方乃下生人间，示现出家亦菩提树。今净名菩提树下，从三昧处。正显八相成道，始终皆不离此三昧也。说呢，假使根基下贱，根基下贱的初闻，那么欧祖这个下贱初呢？也就是呢，后面的，尔时释迦牟尼佛从出现莲花台藏世界东方来入天王宫中，那来入天王宫中，那就应该说还之四禅摩西所罗天王宫。那么首先呢，说了摩梭花经，降摩呢，然后才呀正式。下生人间，示现出家，那么到菩提树下，也这样的，回归呢本源世界，就是四禅天。接着呢，才正式下生人间，示现出家，到菩提树下，成佛有这么样的次第，这么样次第。那么，今净名菩提树下，现在呢，这里直接说明，这个到了这个菩提树下，然后从三昧出，那这当中呢，正显八相成道，正是来显示
和四现八相成道啊，从始至终皆不离这体性虚空华光三昧也，都在三昧当中的。还本源世界，阎浮提，菩提树下。这阎浮提，阎浮提啊，翻成中文呢、啊，叫做圣金座，圣金座，殊胜的金，圣金座，也就是说呢，这是南州之北，在南瞻部洲北方呢，有一棵大树，叫做阎浮，叫阎浮。那么树下有河，这个树的枝呢，流入河当中去了，这个沙呢就变成紫金色的，变成紫金色。所以呢，就以此来称，叫做圣金，叫圣金。那么如此的话，树。就因为啊这个河而名，这个叫阎浮那么舟就从这一棵树而得到这个名称，叫阎浮提舟，就是圣经舟，现在叫占卜舟南瞻部洲的意思。又前接至华藏。即称为还，今复至南州，亦名还。本源世界者，前表理为事本，今表事为理本，故皆得称还，称本源也。说又者前面，那么释迦牟尼佛在第四梵天呢？请接大众呢，而还归到华藏世界。这个地方呢，既然称作叫做还，现在呢，这个地方呢，回归到南瞻部洲，也称作还本源世界。这当中的意思呢，是如何呢？本源世界在呢，弘章律师的类书里面讲说，释迦由此修道啊，由此而修道，所以叫做本源世界。那么前表立为是本，前面呢还归到华藏世界，表示离这个卢舍那佛华藏世界是是本是千世家。南瞻部洲它的本。现在呢，这个地方还归这个本源世界，表是为离本南州是离本是跟离本来就不二，所以都可以称作还，称作本源可以这么样称作。那么从体性虚空华光三昧处，就是示现呢成等正觉的意思呢。示现成等正觉。接着我们看底下一课集三的尊次利胜。那么尊。卢舍那佛的教次呢，说法利益众生，那么分成两科，根一且名一界佛，根二利解一界佛。姑且说明一界佛，千世家当中的一尊释迦佛，他呢说法教化的情形，我们看。这个文，初以方作金刚千光王座及妙光堂说十世界海，复从奏起至第四宫说十住，
护从坐起至焰天中说十行，护从坐起至第四天说十回向，护从坐起至化乐天说持禅定，护从坐起至他化天说十地，护至一禅中说十金刚，护至二禅中说十忍，护至三禅中说十愿，护至四禅中摩西所罗天王宫说我本愿莲花台上世界如是那佛所说心地法门品。那么枝节当中说到了，说此是初定说法事机之意。这一段呢是来解释初定，从三昧起初定，现身实处说法。那么事机示现了教化众生的事情。那么方作金刚千光王座，则方作金刚等者，此事呢初会说实信法门也。初地菩萨功德居感，成本愿力，即为人称。那么作金转轮王位，修十善业，移化众生，行谈吐法而言妙果，统摄四周一切国土，故佛时成正觉，初转法轮，而于此处呢说实信法门也。那么方作金刚千光王座，这个意思呢，方也就正的意思，那么正坐于金刚千光王座，千光王座在中天主摩揭陀国王舍城之西200里，菩提树下呢。那么这个世界呢，最初成就的时候，这个座位跟大地啊同时升起。那么它的位置就是三千大千世界的中心点，这个座位金刚座。那么下呢即这个金轮到金轮，上呢清地基就出土，完全是金刚所成就的，周围有百一部贤劫千佛呢，都是坐这个地方而入金刚定啊，成无上正觉，所以叫做金刚千光王座，也就是呢如来修正了圣道之所，所以也称作道场。那么即妙光堂，坐金刚千光王座即妙光堂。这个妙光堂呢又叫做普光明殿，华严经当中的普光明殿，它呢是在菩提树西边不远的地方，是呢我们世尊最初成等正觉的时候，梵天王用七宝建立这个堂，妙光堂、普光明殿。那么梵王用七宝建立这个堂，而四谛梵音呢建立七宝的座位，放出呢奇异的光明，照这个菩提树，佛坐于这个座位之上呢，七日幻光。现在呀、这个变成了，这以前是宝啊，这变成石头了。这个地方呢是初会十会当中的第一会，
说实行的法门。那么初地的菩萨功德积极所感的，乘着他的本愿力继位在人称，做金转轮王。轮王有四种，有金银铜铁，叫金轮王。继位人称呢，做金轮王。这个呢，讲到了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十地啊，十地的菩萨即报，还有十地即称，依八十华严呢，卷三十四里面呢，讲到十地即报，还有即称。说法呢，跟这个地方呢稍许有一点不同，有一点不一样。这个地方呢，配位啊，是出于《人王护国经书》，唐朝呢元策西明寺元策大师的注解里面的。这元策大师呢是韩国人。跟了华严经的所讲的稍许有一点不同，一点点。华严经里面呢，最初做阎浮提王第二呢做转轮王这是初地啊做阎浮提王，二地啊做转轮王，三地啊做刀立天王没有出产的。那么初地呢即人称，二地呢即异界天，三地啊即善恶界天，四地呢即出国，五地啊即四国，六地啊即这圆觉称，七地啊即菩萨称，八九十即一称。也就是说呢，十地菩萨他假借呢生于诸天当中做天王的果报啊，而来守护正法，修行佛事，叫继位修行。所以这里讲呢，初地的菩萨他继位人称，做金转轮王，轮王呢用十善业啊来教化众生，教化众生。那么也就是说呢，初地的菩萨最初证得真如，如实了知呢真俗一位，真俗二地啊非即非离非即，所以啊教化之意可以成就非离，所以啊能够正法皆空所以呢用修十善业来教化众生，十波罗蜜当中呢，行檀度法，行檀波罗蜜法，来庄严妙国，统摄呢四大部洲一切的国土，这是金转轮王，金轮王。那么阎浮提王呢，就统领就是铁轮王，统领南瞻部洲，就像呢，佛灭度之后的阿育王。那是呢铁轮王铁轮王所以佛最初成等正解，最初转法轮，在这个地方呢说实性的法门说实性的法门。那么藕益大师的合注里面讲说方坐，这个方者正的意思方坐就正坐，这安住正法，故引方坐也。安住正法，安住在正法，所以叫方坐。那么从事项来说，那刚刚呢坐，也就是说呢，最初正坐在金刚千光王座，
那这里讲呢，解释金刚千光王咒，下贱名华光王咒，千字即花字物也。下贱当中呢，称作华光王咒，这个千这个字就是花这个字的错误，是金刚华光王咒。那么金刚表法身的不可破坏啊，花表解脱的，光表般若的，前以三德密藏正法而为其咒也。也就是说呢，完全以三德密藏的正法而为他的座位，也就是依三德密藏呢而为众生说法。那么妙光堂即以普光明殿，华严七处九会都应布其本处，此云互从坐起，机宜不同，所见个别，内如玄义中变。那么《华严经》当中有所谓的七处九会，七处九会。那么七处九会，第一会在华菩提场，这是第一会，法菩提场。第二会呢，在普光明殿。第三会呢，在倒立天宫。第四会呢，在夜摩天宫，第五会呢，在多衰天宫，第六会呢，在他化自在天宫，第七会重会普光明殿，第八会也是呢普光明殿，第九会在士多林，士多林就是奇陀林，士多呢就是因呢的转呢，就是奇陀林就是呢。奇数即孤独眼第九会，就七处有九会的说法。那么《华严经》当中大多呢是这么说，世尊呢他是不起于本处上升倒立天宫，上升夜摩天宫他是不动的不起本处。此经当中互从坐起，然后到十个地方。互从坐起，机宜不同，这众生的根基所适应的不一样，所以所见的情形各个有所差别的。这个就好像说呢，我们呢生长在别川的地方，我们所见的有大乘的法，不单呢声闻乘的，还有大乘法。你生长在南传呢，东南亚南传的地方，他们所见的就是南传的法，他却没有大乘法。机宜不同，所见个别呀。例如玄义中变，大类的情形如幻网玄义，当中所辨明的。那么直解引。直解当中说呢，言十四界法门海者，那么说十四界，所讲的十四界海，就是十四界法门海，此即华藏庄严十四界海一真如性，乃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自觉圣智受用境界，诸佛称此法门。道家慈航，一切菩萨皆修此门，以致究竟国海一切众生，以迷此心，流转四方，生死无尽，故引十世界法门海。这十世界法门海的意思呢，也就是华藏庄严十世界海一真如性。这是呢，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自觉圣智受用的境界。那么一切诸佛乘此法门，乘着这个法门，道家慈航，普度众生。那么一切的菩萨都是修习这个法门呢，以至于究竟的国海，
一切众生呢，都是因为迷惑于这个意真如心的缘故啊，而流转于十方十世界啊，就是一真如心而已啊，迷惑的这一种呢，一真如心呢，那么流转于十方，生死无尽，所以叫十世界法门海。又写呢，十方世界无尽呢，诸佛无尽，众生无尽，诸佛法门亦复无尽故也。又来显示呢，十方世界啊是无有穷尽，而一切的诸佛也是没有穷尽啊，众生也是没有穷尽，而诸佛教化众生所设立的法门亦复呢无穷无尽故也。这前面呢，幻王的意思，众生呢跟教门呢都是呢无穷无尽，各个不同，别无量。海域深广汪洋，无所不长，无有穷尽之相。这个海，十世界法门海，海就表示譬喻啊。深广汪洋，浩大，所有的宝物呢无所不藏，那也就是前面所讲的佛众生法门，都是深广呢浩大，无所不藏，没有穷尽之相啊，就如同海一样的。这呢，此十界十世界法门海域啊，甚深啊，收不能尽啊。大意呢，亦令众生极入圆性，以其圆解，乃得圆证之意。这十世界法门海的意义是甚深甚深啊，收不能尽。大意来讲的话，就是想要使令众生呢。极入圆性，圆角的实性位，那么以升起圆解，乃能够呢得证呢啊圆证，这圆证实性的意义。若广明者，当夜华严十世界品，毗卢遮罗如来名号，如来现象诸品，一一发明此意。假使广泛说明的话，应当要阅读《华严经》的十世界品，还有毗卢遮罗品、如来名号品、如来现象品啊，一一都是发明这一种意义啊，这种道理。护从坐起至第四宫等者，护从坐起至第四宫说十处，此第二处。次第所说十住法门之意，第四宫者即刀立天所住内庭也。换以四地梵音华义云能天者，换与刀立花言云三十三。这是呢第二处啊，次第所说的是十住的法门之意。第四宫。也就是刀立天王所住的内庭，换以啊四地梵音啊，花译啊翻成中文叫能天主，能作为天主啊，换以刀立呢花言，花言引中文呢叫做三十三天啊，三十三天。那么地势呢住在中间，其他四边呢各有八天。那就三十三天。此天呢，即须弥顶由单修上品十善得生其中。这一天呢，即须弥顶，须弥山的顶，跟四天王天呢，四天王天在须弥山的半山腰啊。那么这两天属于地居天，地居的啊，夜摩天以上叫空居天。那么由于单修呢上品的十善业没有加禅定啊，光是修十善业啊，上品的十善业
得生其中，生到刀立天。地是二字呢，华幻合举，地是花纹呢，是就是属于幻语啊，这两个字就是华文跟幻语合举。即离过地菩萨修行功恨，多作刀立天王，即为天秤。是故世尊赐以此天收十住门，为令已入十信菩萨天王得入原十住法门也。那么也就是呢，离过地二地的菩萨，他修行的功恨，大都呢做刀立天王，即位呢在天秤，即位天秤。首因此之故呢，世尊其次呢到了这个刀立天，啊讲这个十住法门。十住，菩萨因为进修从浅至深，以妙觉为极果，而最初开始必以实性为先导，所以呢，妙觉由性而入，入了之后才能够住。所以呢，在十住法门啊，先说这十住法门的意思，为了使令已入实性位的菩萨天王，得入于圆教十住法门也。接着，护从坐起至焰天中说实行，至焰天中等者，这个呢经文里面呢什么意思呢？此第三处所说实行法门意也，这是第三处的说法，所说的是实行的法门。焰天即夜摩天，花言十分为时时快乐啊。观莲华开合乃分昼夜，此天依空而举，有修善品十善，兼作未到定啊，未到地，未到定禅啊，得生其中。焰天就是夜摩天啊，那么花言换成中文的意思就是十分，夜摩就是十分。也就时时快乐啊，他不假日夜的光明，啊，不假日夜的光明。那么观这个莲花的开跟合，分出昼夜，开就是白天，合起来就是夜晚。此天呢，依空而居，属于空寂天。那么由于修习上品的十善呢，兼作未到定禅。未到定，也就是呢未自定尽分定，有什么有时候称作未到地定，未到地还没有到地，地就是初禅，还没有到初禅的一个定叫做未到定，就是未自定尽分定。就不单是呢修十三业啊，它还有一点禅定，就未到地定。即花光菩萨，花光地就是三地的菩萨，修行功恨，多作呢夜摩天王，即位也是天秤。是故呢，世尊，其次呢，在这个地方先说实行的法门。啊，那么由前十住进修功德圆满呢，啊，成为佛子。自得己利啊，而利他之行呢还没有成就啊，因此之故呢，广行饶益众生的事，要随顺众生，令众生欢喜。然而呢，行有浅深，所以呢，成为十种行，行当中有十行，十种行，行教化众生之行，利益众生的缘故啊，十行。就行如来是，那么先说这实行的法门是怎么样呢？为了使令已入十住的菩萨天王得入圆实行法门，能够入于这圆教实行法门也。那么其次呢，护从坐起至第四天收十回向，至第四天等者。什么意思呢？此第四处，这是第四处说法，
首先说的十回向法门，四天即多衰头天，华严之主，啊，华严之主位于无意啊，知止足故，此天依空而具，所修同前及宴会地菩萨出短具身身见啊，观于道品，同于出果预留位也。是故世尊呢，赐于此处呢，而说十回向门，使令已入十行天菩萨天王得入原十回向法门也。那么四天，这第四天，第四天也就是呢多衰陀天，多衰陀啊，花眼换成中文叫做知足，知足天。也就是说呢，对于无义啊，能够了知止足的缘故，不贪得无厌啊，能够知道止足。那么此天呢，依空而居，也是空居天的，所修的也是十三业加未到地定同前。那也就是呢，宴会地的菩萨，第四地宴会地的菩萨，初断了寄生的身见。关于三十七道品呢，同于出国一流位。那么事故呢，世尊其次呢，在此处第四天呢，这多衰陀天呢，而宣说十回向的法门。十回向，也就是说呢，十行的功行圆满呢，起大悲心呢，救度众生的缘故。那么回转前面呢，实行当中呢所修的善法，向于三处。第一个向于真如实际，是所证得的缘故；第二呢，向于呢无上菩提，是所要求的缘故啊，希望的；第三呢，向于一切众生，是所要度化的缘故。回向这三个地处。又则以轮回之心呢，及所回的善行，而向于万类所有的众生之类平等能够证入法界。那么先说这十回向的意思呢，就使令已经入于实行的菩萨天王能够入于原教十回向的法门，就十金刚行。接着护从坐起至化乐天等者，此第五处所说十禅定法门。那么护从坐起到了化乐天说十禅定，这是第五处所先说是十禅定的法门。言化乐者，为此自化无欲而已乐故，此天依空而居，所修同前及南生地菩萨修行功恨，多作化乐天王即位阿罗汉称，观世地行即中同于四果无邪位也。那么讲到呢，化乐天这个化乐的意思，也就这一天自己化现无意，那么给自己娱乐，叫做化乐。自己变化，自己来娱乐。此天呢，依空而居，也是空居天，所修的也是十三业，再加上未到地定同前的，也就是南圣地第五地的菩萨修行的功恨呢，多做即报的话，大多呢都做这化乐天王。即位就是即称的话，属于阿罗汉称。观世地呢，十六行观呢，既然圆满呢，同于四果无邪位。是故世尊呢，其次呢，第五在这个地方呢，先说十禅定的法门。十禅定也称作十大三昧。诸大菩萨呢，乃能够呢善入这种的三昧。入于这一种的三昧啊，他能够得法界之力，没有穷尽的，
得法王位，无量自在，生如来家，而示现了种种广大的神通。先说是十禅定的法门，什么意思呢？有什么目的？就是为了使令已入十回向位的诸大菩萨天王呢，得圆知诸佛禅定，圆满了知诸佛的禅定，圆入圆满契入诸佛的刹土，圆证法身境界也，圆满证的法身的境界。那么圆禅定者，讲到禅定，梵语叫做禅挪，换成中文叫极静，此是诸佛自觉圣智境界啊，故云禅定。这是诸佛呢自觉圣智的境界。别经所云，三贤行满修四家行，方登十地，此也。其他的经典里面所讲的，三贤位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啊，圆满的，接着进一步修四家行，鸾顶忍是第一，接着才登上了十地位。好，这个地方呢，所讲的十禅定就是四家行啊，这个地方。这个意义，所以接着底下，护从坐起至他化自在天呢，说自在天说十地。那么这里讲啊，自他化自在等者，那么到了他化自在天呢，先说十地，这是第六处。所说呢，十地法门，他化自在天者，此有二种，有两个天王啊，一者正修上品十善，兼作未到定禅，假此得成，自然受乐；二者偏修十善，假他所化，已成极乐及魔王天。他化自在天呢，有两个啊，两种，一种是正修上品十善啊，兼作未到定禅，跟前面一样的假子假借十善业跟未到地定呢所成就，自然受乐。第二种偏修十善呢，那么这一种情形呢，偏修十善就是他没有禅定。假他所化，假他人所化的，以成就自己的快乐，就是魔王天剖寻魔王所住的。此二天王呢，依空而居，也是空居天，为现前地的菩萨修行功成，多作自在天王，同摄异界，即缘觉称。那么现前地第六地的菩萨修行的功恨成就了，即报啊，大多做这个自在天王，这第一种的，第一种，他同领摄持这一界，即位是圆觉称。为此菩萨已修十二因缘观行，同于圆觉。是故世尊赐于此处而说十地，为令已入十禅菩萨天王得证圆啊，得圆证十地法门也。意思说呢，这一地的菩萨和光同尘教化众生呢，在修十因缘观行同于圆觉啊，对于修十因缘的观行。同于圆觉，即圆觉称啊。是故世尊呢，其次在这个地方呢，他化自在天呢，而先说十地的法门，目的呢，为了使令呢，前面已入十禅定的菩萨天王，就是加行位的加行位的菩萨天王，那么得圆证十地的法门。以上所在四王刀利夜魔多帅化乐他化六天之中所说十信十住十行十相十禅十地门者，
正为初地，乃至六地菩萨，即为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同彼凡夫天人三乘、二乘断惑。是故世尊亦即在此六义天中说十信、三贤、十禅、十地，令彼诸凡夫天人声闻、缘觉、回向大乘而证十地也。说呢，以上呢，佛到了所在的啊，这个四天王，就是转轮王，四天王天转轮王，啊，刀立天、夜摩天、多衰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啊，这个六天之中呢，这个六的处所。所说的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禅定啊、实地的法门，这意思呢，正是为了初地的菩萨乃至到六地，啊，因为初地啊，即报就是今转轮王哈，乃至到六地，即报他化自在哈，他化自在天。那么即位呢，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同比凡夫天人三乘二乘断惑的情形，那么是故世尊亦即呢在此六义天六个处所六个义天，那么就是六个处所当中，先说实性还有住形象这三贤，还有十禅定、十地，令彼诸凡夫天人声闻、缘觉，能够回向大乘而证十地也。那么下说十金刚、十人、十愿者，以七地、八地、九地菩萨，即为一乘，修菩萨恨，为令已登七地诸菩萨等发起自在，任应现身说法。是故世尊在初禅、二禅、三禅说十金刚、十忍、十愿，为令永断寄生恶执、生相无明，得入如来妙觉果海。那么底下先说十金刚、十忍、十愿啊，那么的法门呢？那么因为呢，七地即为菩萨乘呢，八地、九地的菩萨即为一乘。按寄乘里面呢，有这说法，就是七地啊寄菩萨乘啊，八九二地啊寄一乘。依后文当中呢是这么样解释的，这么样解释。那么修菩萨行啊，寄一乘呢，修菩萨行，为令呢已登七地诸菩萨等发起大自在。能够任意呢现身说法，因此之故呢，世尊在初禅、二禅、三禅而先说十金刚、十忍、十愿的法门，为了使令永断呢寄生我法恶执、生相无明，得以呢证入如来的妙觉果海。接着底下呢，复至一禅中说十金刚。的护之一禅等者，此第七处。先说呢十金刚的法门，初禅天王及离生喜乐地，此天已离下界欲恶，心上妙定，故云离生喜乐及圆行地菩萨修行功恨呢，多作初禅天王即菩萨乘。以自正法摄化众生，是故世尊赐于此处说十金刚，为令已登七地菩萨天王得证金刚观智，入妙觉果海也。那么初禅的天王，这初禅也就是离生喜乐地，离生喜乐地，也就是说这一天已经离开下界啊，五欲之恶。
那么心上妙定，心求上界微妙的禅定啊，所以叫做离生喜乐啊。那么即眼行地菩萨，七地的菩萨修行的功恨呢，即报的话，大多做初禅的天王。即乘的话，就是菩萨乘，菩萨乘。所以前面呢，七地、八地、九地菩萨即为一乘，那个七地啊，它是即菩萨乘，即菩萨乘，以自证法门，自己所证的法门，来摄受化导众生，因此之故呢，世尊其次第七在此处出禅，先说十金刚的法门，十金刚就说明了菩萨的愿性。坚固不动啊，就犹如金刚一样的。为令呢，已登七地的菩萨天王呢，能够证得金刚观智，而断维系的烦恼，入妙觉果海也。好，我们呢，这时间到啊，先讲到这个地方。其他的向下文长，会来日回向。